林保怡、周嘉怡、魏思雅等呢日出席新剧嘅宣传活动，呢次保怡仲系首次担任监制添。监制都系两个字嚟嘅啫，我就冇当系乜嘢，只不过系我可以多咗个机会去喺现场留耐啲，同啲演员沟通每一场戏嘅表达方法咯。同周嘉怡相隔四年再合作，保怡觉得佢有咩唔同咗啊？演技成熟咗啦。多谢。同埋识得控制现场气氛啦。多谢。嗰、那个意思即系识得，即系有翻啲咩自控能力嘅，之前系冇嘅。而魏思雅就话拍完呢套剧，连爱情观都唔同咗啊！我以前嘅爱情观又系，我觉得啊，你其实唔应该要揾一个有安全感嘅男仔咧。而拍咗咁多年拖，你都就算可能感情唔系咁好，你都决定结婚。即系我如果未拍呢套剧，我谂我将来我都会咁样拣。但系因为拍完呢套剧，我就觉得即系谂一个结局唔系咁好啦，所以令我真实嘅人生爱情观系都有改变。之前魏思雅滑雪受伤，左脚骨折，而家终于好翻好多，呢日仲可以着高踭鞋嚟宣传添。我而家只脚其实好好多咯，就系因为之前可能即系一路我冇对症下药，咁所以一路个时间拉得比较长。咁而家好好多咯，即系揾到一个啱嘅医生。咁而家系做紧物理治疗，咁但系医生都同我讲就暂时唔好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。